Hello， 大家好。那这一期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何去做一个视频的调色啊。那比如说你在完成了这个无人机的拍摄之后，你用的这个颜色输出是 Disney Like，就是如果你不是用的 HDR，因为 HDR 去调色的空间不是很大，用的 Disney Like 的话，它保留了更多的细节，更多的这个明暗的一些细节的部分，那你可以用后期的方法可以调整到一个比较你喜欢的颜色或者一个风格啊。那这个的话呢，有两种方式。那软件的话，我本人使用的是 Premiere Pro，那你也可以选择使用达芬奇等其他的软件。那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你自己去调整它的这个颜色的这些数值，来得到一个你想要的效果，或者就是你可以下载这个调色的这个预调包啊，我们叫做 LUT，就 LUT。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别人已经帮你调好了一个颜色，那你直接放到你的这个软件里边去，然后你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效果。但是有可能这个效果可能会比较浓烈，因为在做预调包的时候，在做这个颜色预调的时候，可能会给到别人一个比较很鲜艳的颜色。那你可以做一个调整，把这个预调包的预调颜色的这个数值降低一点点，也可以得到一个你想要的一个效果啊。那具体怎么去操作？我们今天就来给你演示一下。好的，那当你把你的这个视频片段导入到 Premiere Pro 之后的话，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一共准备了三个片段啊。那第一个片段的话是环绕飞行的模式，然后我们去拍摄的一个湖中间的一个小岛。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画面是非常平淡的一个画面，就是它的高光、暗部或者是中间色调全都是很平均的。那这个模式下拍摄的东西的话，对于之后后期调色的话，会给到你很大的帮助，它的宽容度比较大啊。那第二个的话，我们拍摄的这个城市天际线，它无人机当时是在河道上面飞行啊，大家看一下。那同样，整个画面看起来都不是没有任何突出的感觉啊，都是非常平淡的这样一个感觉。好的，那第三段的话，同样是一个湖面上飞行的画面，但是它是在落日的时候，然后是在一片森林里边啊，那很漂亮一个片段。那同样，这个片段你直接 po 上网的话呢，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平淡，就很 flat，很无聊的一个画面。那我们怎么样去把它作为一个调色处理，把它变得更好看一些呢？或者更有你自己的风格化一些呢？那我们现在可以尝试一下。首先，在 Premiere Pro 里面，大家要做调色的话，建议大家去建立，我们先建立一个新的，我们叫做 Adjustment Layer，就是去一个新的一个图层啊去做这个，然后你的颜色在这个图层上去调整。不建议大家直接在这个视频片段上做调整，因为这个首先你建立一个这个图层去调整的话，它不会影响到你原本的这个片段的感觉啊。那如果你在这个图层上建立之后，你要做任何的调节，你直接把这个图，比如说你不喜欢这个图层，把它删掉就好了，它不会影响到你最终的这个画面效果啊。来建立一个图层，然后你把这个图层拖上来。那我们是因为现在先要调整的是这一段，我们就把拖一个图层到现在覆盖到这个片段的上面啊。那首先，作为这个很平淡的这个 flat color，我们要去调整的话，因为高光我们先不去动它，因为 flat color 这个平淡的这个画面模式的话呢，就 Disney like 模式的话，高光它不会很突出的，那所以我们先不去动高光。那 midtone 就是中间色调，因为太平均，我们把中间色调先降低下来，得到一个给一点点的这个对比度的感觉哈。那然后阴影部分的话，比如这些位置，我们可能需要比较黑一点啊，把它阴影部分要降下来。好的，那整体画面现在给人感觉就比较黑一点了。那我们现在需要调整的就是这个基本调整颜色，基本调整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曝光度可以提高一点，啊，大概提高到1.2、1.3的样子，啊，那现在整个画面还是很平淡。那我们现在需要去调整的就是对比度，啊，就 contrast。好的，大概到90的样子。那现在可以大家看到一个明暗的这个交界就会比较清晰了。那作为我来讲的话，因为这个画面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这个水面是很平整的、很完整的。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比如说，我希望就是
天空的蓝色映在水面上，那整个画面这个 temperature 就是它的这个温度，我需要把它调的冷色调一点，那就拖到冷色调一点。好，那整个画面的话，我们来讲它的这个饱和度是不够的，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饱和度增加。好的，增加之后，那大家可以看到比较亮的部分，比如说像这个沙滩啊，还有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白色的部分把它降低下来。好的，那现在得到这个画面，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就和一开始的感觉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讲解第二段。那第二段的话就是这个城市天际线的这个画面了。再同样把这个图层，就是调整颜色图层拉过来啊。那同样的第一步 ，midtone 降下来，就是中间色调降下来，阴影部分降下来。啊，降下来之后的话，那整个画面来讲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亮度是够的。那比如说亮度，我们现在就其实不需要去做再多的调整了。那同样还是对比度，我们把它加大一点。那这个整个因为当时拍摄是中午啊，我们应该讲午后，那就是画面应该就是不是最亮的时候，就是不是正中午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把颜色稍微调的黄，偏黄一点，暖一点。那同样饱和度我们提高一点点啊，这个不用太多，因为这些树的位置经过这个黄色的修饰之后已经感觉是 有一些颜色附着在上面了。那高光啊，现在感觉就会有高光出现，比如说这些位置啊，这些位置，这些位置的高光，我们可以把高光降低一点。好的，阴影部分的话，大家可以，我觉得这张画面可以不用去动它。那另外就是这个就是稍微复杂一点，就是这个天空啊，大家如果觉得不够蓝，我们该怎么做？那么同样去点击这个 curve 就曲线模式里边，选择这个我们叫做吸管工具，选择蓝色，然后你可以去拖动它。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天空颜色是有所变化的啊，把它加蓝一点点。那这张画的主体的话，我们这张画面的主体的话，我们希望是突出整个中间部分啊，因为比如说像在左边这些房子，因为太亮的话会比较抢人眼球啊，就不要让大家分散注意，我想大家去注意的是这一块。那我们同样可以在这个 vignette 就是这个光晕里边啊，把它做一个暗角，我们把暗角加一下，然后这个暗角的这个圆大小你可以自己去调节啊，那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和刚才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好的，第三个片段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水面上湖面上飞行的这个夕阳的这个片段，同样我们还是把图层调整颜色的图层拉过来，然后看一下。色轮中间色调降低，阴影同样的阴影降低啊。然后这个画面的话，因为是夕阳，我是希望它更黄一点，就更暖一点色调，加黄一点点。然后曝光度可以，大家看大家，因为我觉得是下午的话，可以稍微暗那么一点点。然后同样的就是对比度了，对比度加大。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时候阴影的部分比较太黑的话，我们可以把阴影提高一点点。同样，再来就是饱和度。好的，那这个画面的话可以看一下和之前的对比。
好的，那这个来讲的话，我们是手动去调节的这个一个感觉。那比如说，如果你觉得手动调节很累，我们可以选择去网上下载这个预调色包，我们叫做 LUT，你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哈。那同样，我们把这个调整颜色的这个图层先把它放在你要调整的这个颜色之上啊，选择它。我们回到这个 Creative，就是创作中心里边，还是在颜色里边，你可以到时候可以找得到的啊。选择你的这个 Look 风格里边，选择你要去用的颜色。那我之前已经调整好了，已经储存了我自己的一个调色的一个模式了。那现在这个湖面的这个的话，我的取的名字叫 Blue Lake 啊，就蓝色的湖面，直接点击打开，然后它马上就可以给到你这样一个颜色的效果。那大家觉得这个效果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做一些细节的调整，这张画面就可以完全可以抛出去了，可以发到网上了，那就是一个对比度的问题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饱和度。那大家如果觉得这张画面可能灰度的部分有点太多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曲线来做一个调整啊。那白色曲线，大家曲线的话，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得到一个做一个细微的调整啊。好的，那通过这个 LUT 的这个包的话，你调整下来的这个画面的话就会很简单、很容易，你只需要套用这个颜色上去，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画面了。来看一下第二段，第二段城市天际线的话，我们同样还是把这个调整颜色的这个图层放上来，选择这个图层。同样，我这边已经做好了一个预调的颜色，City Skyline 就是城市天际线，直接双击它，它马上已经给你做好一个预调。那现在我们只需要，因为所有的这个预调包，它不可能完全满足所有人的这样一个需求，就是你放上去马上可以得到一个你需要的效果。我们都还是需要去做一点点的调整，但是不会像手动去调整这么多步骤了啊。那同样这个的话，我觉得对比度不够啊，因为还是有点发灰。那我们把对比度加大一点，同样你可以加一点点暗角。好的，那这个画面就已经 OK 了。你就直接可以用了，等于感觉就一步就搞定。那包括天空这些蓝色都已经是做好了的。那同样最后一个画面是这个湖面上的这个夕阳下的这个湖面啊。那我们同样还是在这个 Creative 把这个图层加上来。当然你不加图层一样可以用啊，你直接选择你的这个画面。选择它之后，直接在这个 Creative 这个创作里面选择你要需要的这个。我们来 Sunset Lake 就是夕阳湖啊，夕阳下的这个湖。选择它，它你已经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画面。那比如说你觉得这个给人的感觉有点太强了一点，你可以把它的这个 Intensity 就是它的这个强弱，你加的这个 LUT 这个预调包的强弱，你可以自己做一个调整的。那我们降低一点点。基本上这个画面就已经完成了，就已经可以使用了啊。那这个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就是用预调色包和自己手动去调整的这样一个对比。那我现在把这个整个前后的对比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些预调色包的话，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告诉我，我可以把这个下载链接放出来啊，大家可以直接下载，然后套用到你的整个这个颜色上面去，这个颜色调整上面去啊。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助到，就是大家一刚开始入门想学一些调色基础的人啊。那作为预调的这个预调包的话，预调选项这个 LUT 的话，我不知道有
有没有朋友想就是去下载，那我这边也做了很多自己的这个预调的一些预设，那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告诉我，我可以把这个下载链接放出来。拜拜。